顺风对阵马木卡齐塔瑞。哇，马木卡一上来，哇，前板打中，击倒了。哇，这边也连续的砸击，看看顺风能不能挺过来。要把哇下意识的抱摔，下意识的动作，下意识的没错，帮助了他拯救了这一回合。马木卡齐塔瑞要做十字弓，但这个手没有抓住。看现在顺风压在侧压的位置，没错，压得很死，逃不出来。地面砸拳，没时间锁，想要强做，我们看。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进攻的空间，哎，拍了拍了，还是做大了，哦，强做的美式检索，没错，哇，肩膀伤。大家再看，这个通过击打来分散对手的注意力之后，直接做马上来着，哇，红方射，